尊敬的诸位法师慈悲，尊敬的诸位同修护法大德慈悲，大家早上好。首先先跟大家来恭喜一下，对于今天我们来发愿受八关斋戒，八关斋戒啊，时间很短，一日一夜而已。但是啊，受这个八关斋戒的功德，确实真的不可思议的。而且这个功德啊，将来能够帮助我们证得无上菩提，这个才是最大的功德。一般经典里面讲的受八关斋戒的人，从世上来讲，那就是我们通俗讲，经典里面告诉我们六十万世衣食无忧，就是说你能够一日一夜把这个八关斋戒啊，能够维持而且作为修行的样子啊，将来得人生，你是一个好德好善之家，而且这个好德好善之家获得诸佛的拥护，这个是八关斋戒所受的功德，确实不可思议。在经典里面也为我们说明，诸佛如来教化众生都是以八关斋戒作为教化众生之母，记得教化众生，有缘的众生，一切众生之母。从这一句话来讲啊，那受八关斋戒对我们学佛的人，对我们念佛的人，是一个非常的重要，而且这个功德将来能够帮助我们证得无上的菩提。那我们今天念佛最重要的就是要发菩提心，以相转念，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持戒。你不持戒是不行的，尤其近代的众生啊，造业的人啊，是越来越严重。什么原因？不信因果，不信道德，所以啊，肆无忌惮，什么事情都敢做。这个八关斋戒不但对世间法的人，对我们修行，尤其是我们修净土宗的，净宗里面净业三福很清楚了，大家也很熟悉了，所以必定要守
心归而来修行，这样修行才容易得力。从古至今，祖师大德，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如来示现在这个世间，都是以戒来教导众生的，没有别的啊。所以先恭喜大家能够受持这个八关斋戒。在这里啊，默学想哪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就是阿难问是佛即凶经。这一部经是一个非常之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而且有没有去学习啊？初学佛的人，这一部经必定要学，就是阿难问释迦牟尼佛观你吉祥经，就是吉祥跟我们世间的祸害啊，而从哪里开始的？其实阿难这个问题，其实他本身可以对一切人能够解答。所以阿难呢，代表一切众生来问释迦牟尼佛，又怎么样避凶而能够证得无量的吉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今天如果我们学佛的人明白这个道理，然后你认真去考试去学习，那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看到现在的众生啊，真的很悲哀啊，包括我们自己，不要讲别人，说说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就如同经典里面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我们有没有依教奉行？我们没有依教老师所教诲到的对于我们的关怀。所以从这一点我们看到了阿难问是佛即凶经，你要避凶能够获得无量无边的幸福吉祥如意，你要学习这一部经非常重要啊。在这里啊，阿难问是佛即凶经，经典一开端，佛就指定了。明天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会明天跟大家用一个简单来解释我们受八关斋戒。第一条，不杀生。阿难问是即凶经里面讲得很好啊。那经典一开端呢，佛就告诉我们怎么说呢？我用一个简单来跟大家读一遍。释迦牟尼佛告诉阿难，有人奉佛啊，要注意听哈，要谛听。从名师受戒，专信不犯，精进奉行，不失守受，形象鲜明，朝暮礼拜，恭
净燃灯，净思所安，物为道尽，斋戒不厌，心中心心，常为诸天善神拥护，属相协偶，百事增备，为天龙鬼神众人所敬，后必得道，是善男子善女人真佛弟子也。这一段经文是讲我们受戒的人啊，如果你能够啊，不为道尽，斋戒不厌，心中心心，什么意思呢？你能够维持啊，像我们今天受八关斋戒的，你能够学习啊，能够持一条，你就学一条。能够持两条你就持两条。我们刚才学习嘛，学习有时候会犯错点嘛，有时候会犯过错嘛，这个没关系啊，我们再回过来学习。好，斋戒不厌啊，对于持戒的一点点都不会感觉讨厌。有时候我们持戒很讨厌啊，这个不行那一个不行，所以感觉很不自在，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像我刚开始出家做沙弥鱼，对我来说很不方便啊，刚出家师父制定又过不食，我平常每天都要吃饭啊，突然间过不食受不了啊，这种的习气啊，习惯了啊。其实受戒的人就是要来帮助克服我们无量劫以来的习气，所以在这里啊，斋戒不厌，你能够清净持戒啊，而且不厌，不厌恶，不讨厌，也不会感觉疲倦，心中心心，你的心啊会很清净的，而且会说的常为诸天善神的拥护，常就是永恒的。所以过去释迦牟尼佛有一个弟子，他是受戒很严格的，然后遇到一些事情，他的兄弟跟他讲没关系，开源，遇到一点事情开源，所以出家人就跟他这个兄弟讲，今天我宁愿我的寿命学人的生命，为了这个事情没有了，我也不会去犯这个释迦牟尼佛老师所传给我们的戒律，这种的精神啊。所以常是永恒的，这个永恒就是受戒的人确实真的能够一日一夜斋戒清净，将来的果报在十三业道经告诉我们，永远不会堕在三途的。为什么会堕在三途？几乎都是犯戒的人啊。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释迦牟尼佛在阿难问世几凶经里面就是给我们说一个很清楚的，常为诸天善神拥护，永远的。
属相学偶，百事争辩啊。你做什么样的事情，都是心想事成的。那为什么现在的人类，人不如一事常八九？为什么？为什么？不守清规吗？道理就是在这里啊。不但这样，阿难问世及问佛及兄经，又告诉我们，为天龙鬼神众人所敬。这个是真的。你看唐朝不是一个公案吗？道宣律师啊，道宣律师是持戒的法师，而且持的戒非常的严格，不像我们现代的还可以闭只眼遮一只眼的。道宣律师没有这样的，好严格啊。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八关斋戒过午不食，我们以12点作为标准，12点过一分，但是你的嘴巴还有点食物，你想拿一点水，然后来喝一下，把它把那个嘴里面能够干净一下，然后喝下去，是不是犯戒啊？犯戒啊，很严格啊。我们呢还可以啊，闭着眼睛这样。其实啊，很多，所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这个净土的成就是因为你念佛往生西方净土吗？也没有的。你要达到这个境界，首先你要守戒，而且我们守清规的。所以你能够这样的话，后必得到。后必得到就是说，将来能够照我们所说的念佛的人，能够以清净心得生彼国，就是这个道理。如果这样做能够维持以八关斋戒一日一夜，我们才能够是善男子、善女人、真佛弟子也。我们现在是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我们现在是不是阿弥陀佛的弟子？我们有没有善男子、善女人？就如同经典里面所讲的，有没有？好难说。所以善最低的标准就是十善。所以弥陀经里面为什么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是诸善善人聚会一处的啊？你心不善，你不可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既然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接受，其他的菩萨不能接受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一定要看十善业道经作为我们的标准。今天我们来受八关斋戒，就如同在学习十善业道经。你每一天每一日一日一夜这么短短的时间来学习，你说将来我们的道心能不能增长？当然增倍啊。所以道宣律师，你看过去持戒到这样的程度，在山上修行没有人供养，谁来供养？天神。为什么天神供养？因为持戒嘛。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人家人不如一事常八九，常八九这个不如一事从哪里来？从自己的魔障。魔障从哪里来？从自己不守清规。从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明白，好好来受持这个八关斋戒啊。
这一段经文呢、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为什么呢？释迦牟尼佛一开端就告诉我们，有人奉佛从名师受戒，专信不犯，精进奉行，不失所受，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精进。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六度里面这六度第一条讲布施，然后第二条讲持戒，然后第三讲忍辱，第四精进，第五禅定，第六般若。把布施持戒这两条释迦牟尼佛讲得非常之长。为什么？教我们最重要的布施就在持戒了。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这一段经文呢、做一个简单来跟大家报告。受戒的人受鬼神的拥护，受鬼神的尊敬，这个是真实，不是假的。好，今天我们看到大家能够来欢喜受八关斋戒，那就恭喜你们因为一日一夜能够受持这个八关斋戒确实不容易所以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虚狂语，不饮诸酒，这五条明天来跟大家用一个简单的报告从阿难问世佛及兄经怎么样来避免祸福无门，为人制造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明白因为时间的关系等一下要跟大家讲地藏菩萨本愿经，所以八关斋戒我简单跟大家用一个简单的解释，希望大家好好发愿，记得念佛离不开持戒，持戒必定清净来念佛昨天跟大家讲过了，有人问老和尚，老和尚你每天持哪一条戒？老和尚讲，我的一戒就是一条，就是这一句名号的功德，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话有很深的道理，我们不到那种境界不能学的这个一定要去了解为什么老和尚讲这一句话，有很深的道理听到这一句话，那我们什么都不管了，好好念佛，念佛能不能清净从哪里清净呢？这个是一个很深的道理等一下会跟大家来报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因为时间很短能够跟大家来分享这一部大乘经谢谢大家，阿弥陀佛。